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中有很多情侣关系的英雄啊，有的是历史人物的情侣关系嘛，比如孙尚香和刘备，孙策和大乔，而有的则是游戏背景故事中的情侣关系啊。但是有一些情侣关系却因为皮肤的出现而被破坏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的一对啊，他们就是阿轲和刘邦。这就要从阿轲和刘邦的战令皮肤说起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迷踪丽影和夺宝奇兵他们皮肤的原画。两款皮肤的原画中都互相有彼此啊，特别是刘邦的夺宝奇兵，他的原画中阿轲是坐在树枝上的，而旁边有两只小鸟，这两只小鸟很可爱啊，但是脸是红彤彤的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两款皮肤的出场动画中头上戴的护目镜也都是一个牌子的，他们的腰间各有一份一样的藏宝图，而刘邦手里的剑在阿轲的出场动画也是可以看到的。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阿轲和刘邦就是一对 CP 了呢？那么你就错了，在游戏背景故事中阿轲和高渐离才是爱人的关系啊，而刘邦和阿轲几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没想到一套战令皮肤后两人的关系瞬间就比高渐离亲密多了，怪不得高渐离出场动画时是跪着出场的。